那打工也行。我忍不住给你把忘了是吧？打个莫爷爷吧，还是。就是打个为民，为人民服务。你们都在理想家园那边吗？对呀、啊，就在一块。在一个办公室是吧？我俩在一个办公室，你俩一个办公室。哦，来上住了一半了。怪不得了，这么习惯，住一半了。我跟他住一块。对呀、啊，人家这么习惯。你们公司有宿舍还是你们自己租房？自己租房的，吃不饭吧，然后坐一桌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你问他，因为饿了，你饿了就。他半夜给我送歌。是吃我上火。我生意不错。哎，你好。啊，这这么慢吗？天哪！两点四，不需要，不需要，谢谢啊。不生产。还有其他新闻说的吧？啊？怎么样？都打痛了，不是打痛了，都打掉了。哎呀，打这个，打这个是吧？漂亮，漂亮。